回来，冯团长。是。少爷，这几幅标语贴咱家门口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来，铺开，铺开，铺开。哎呀，写什么好呢？就写跟者有齐田。这还是当年孙先生提出来的。是啊，我在延安听毛主席讲过课，是他跟我们说的。冯团长，我有一事儿还得向你坦白，我没有田让你分的。奎老先生，对您啊，我们是非常了解。您一向是拥护革命，反对独裁啊，多年行医济世救贫，敢为乡亲的利益仗义执言。您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联合对象啊。各位，共军现在已经开始向长江北岸一线集结。军座命令我部立即向南河镇方向转移。一旦共军三野七兵团渡过长江，我部要阻击其六纵十八师向宁国和杭州方向的进攻。各部立即准备，明天上午八时准时出发。是。是。爹的这套袖脚包，你替我先收着。我那套自个留着。你带着那个干什么呀？又不用。我带着心里面踏实。看来我这辈子呀，就是给修脚匠当老婆的命了。哎，给修脚匠当老婆，你不愿意？我愿意。那，人家不是说着玩的吗？我就知道你是说着玩的。收好了。耀生哥，你又要出发了？军令如山，我敢不去吗？你现在不是军人，我不是还穿着这身军装吗？我本来想我们回到扬州可以过上几天太平的日子，没想到你还是要出发打仗。天下不太平，就别想过太平的日子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个仗总会打的。你先在这儿好好住着，如果他们有人回来，就给他们钱算是房租了。我想他们不会赶你走的，毕竟咱爹在这儿干了有大半辈子。等我回来以后啊，那时候就不打仗了，咱们再找个地方买个大房子。那我们不回南河镇了？不回了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故土难离啊，咱们的列祖列宗可都在这儿。
他是你的护身符，有了他，就能保佑你的平安。有了他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你是个好人，子弹都会躲着你的。杨胜哥，我对你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要你好好的活着，活着回来。秋兰在这儿等你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活着回来的。我不在这儿等你回来，我也要去。我这是去打仗，又不是去逛瘦西湖，你跟着去干嘛呀？你要去南河镇打仗，爸爸在那儿，我不放心。这仗要是打起来了，子弹是不认人的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要去守着我爸爸，免得他被子弹伤着。你去了就能挡住子弹吗？玉荣，听我一句话好不好？这仗打完了之后，我就把老爹接到扬州城来，行吗？你不让我去是不是？好吧，那你前脚走，我后脚就雇车赶过去。那好吧，谁叫我是你丈夫，又是老爹的儿子。那走吧。给战士们送早餐来了，馒头、咸菜、稀饭，同志们管饱啊！将军，呀，老多子同志，进步挺快嘛，像不像样的？谢谢贵了，镇长。贵老先生，有了南河镇人民的大力支持啊，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。杨连长，到。公事不休了。团长，为什么？坚持行命令。是。停。公事不休了，集合。桂老先生。安俊雄的62师是钱大同的嫡系部队，装备精良，建制齐备，战斗力非常强。刚才我想了一下，如果我们和他打阵地战的话，吃亏的肯定是我，所以我决定给他来个诱敌深入，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杨连长，到。马上电告师部，请一团和三团向东西两翼靠近，一旦安俊雄进入南河镇，给他来个左右两翼合围，一口吃掉他。是。师座，看来冯东来也是不堪一击啊，还没交手他就败下去了。你以为共军他们真的会怕我安俊雄吗？冯东来只不过是想要避我锋芒，所以不以阵地战和我正面交手，他们现在一定有新的作战计划。师座，南河镇毕竟是养育你的地方，这仗能不能不打？要不然老百姓就会跟着遭殃的。你觉得你的这句话像是一个军人要说的吗？哼，不过是一个修脚匠的见识。
要是这个仗不打，你我回去，难道不怕受到军法处置吗？梁副官，到，马上把指挥部设在黄远镇。是，另外派一个特务连到南河镇进行侦查。是。 是。师座，部队就按原定计划推动。报告，我们回来了。 镇里现在什么情况？所有的街巷我们都侦查过了，没有发现伏兵隐藏的迹象。那桂家大院呢？去了。那里是什么情况？根本无法进入大院。我贾一说，请桂枝章先生看病都不让进。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冯东来是想给我唱一出空城计。可惜。 我不是司马懿。梁副官，到。马上给我接炮营。是。各位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接炮营吗？不知师座有何见教？华处长，如果你不健忘的话。 应该还记得当年桂玉明，他是怎么解救梁庆戏班的事吧？他们就是利用地道，全部藏在桂家大院里，然后突然袭击，打了竹内支柱一个措手不及，是吧？哼，所以我现在可以断定，冯东来的兵力。 就埋伏在桂家大院。他企图引诱我部深入，然后再来一个外围包抄，一举歼灭我部。哈哈哈哈哈！冯东来呀，冯东来，你可是太小看我了。嗯。师座，炮营怎么部署？马上命令所有的山炮。 迫击炮，对准桂家大院。师座，你的养父可还在桂家大院呢？华处长，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。通知炮营，准备好之后立即回华。是，我要炸平大院。 喂，炮营，准备就位了吗？好，凭我的命令，不能开炮，不能开炮啊！哎呀，你来干什么？快回去！安俊雄，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？那大院里有我的爸爸，你怎么忍心向他开炮？这是在打仗，不是在走亲戚。我求求你好不好？ 我求求你让我接回我的爸爸！我求求你了！我求求你！你给我听清楚，我要是不灭了大院里的共军，那么被消灭的人将会是我。我不能够因为徇私情而贻误战机，就算是你现在在大院里面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下令开炮。你这个没有人性的畜生！你这个畜生！来人呐！我跟你拼了！把他拉下去！ 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。
你真开枪！信不信我毙了你！住手！再六亲不认，也不能朝自己的太太开枪。嫂妈，你反了！来人呐！在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是。违抗军令，杀无赦！我警告你们，要是再阻挠我的行动，我就把你们就地枪决。安俊雄，你这个禽兽！我爸爸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收留了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！你现在居然把炮口对准了我爸爸！看什么？看什么？出去！统统给我出去！安俊雄，你为了除掉华阳生，使尽了各种卑鄙的手段。华阳生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可是，在你嘴里却听不到一个谢字。如果没有华阳生，也就不会有现在的安俊雄。那个一只手戴着黑皮手套的人，就是你呀。那好，既然我们都把话给挑开了，华阳生，我安俊雄感谢你的义举，要不是当年你出手相救，我也不可能活到今天。那好，如果你真的要感谢我，我只有一个请求，放弃炮轰贵家大院的方案。哼，华阳生，你我之间的恩恩怨怨可以到此了断，我呢也会以一个特别的方式再来报答你，但是我绝对不能因为私情而误了党国的大业，你明白吗？安俊雄，如果你真的敢下令，那我今天就跟你拼了。哼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喂，解炮营，目标南河镇贵家大院。不用收拾，以后我不会再回来。为什么呀？秋兰说过的，你们还要回到养足堂好好的过日子啊。可是你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？我怎么都能过，离开安俊雄我就不能过日子了吗？不会的，我还有爸爸，还有贵家大院，还有永兴堂，心里还有你。可是我什么都没为你做，可你救了我和我爸爸呀，杨生，去扬州把秋兰接过来吧。我们都在这个镇子上，
你们俩好好的过日子，我也好好的过日子。 生哥，这些年你在安郡秀难，受了多少苦，遭了多少罪，有几次差点死在他手里，而我呢，生生的被他糟蹋了。我到现在夜里还常常会做一个噩梦。 梦见自己被压在一座山下，想跑也跑不掉，想喊也喊不出声来。现在他死了，死得好。哎，秋兰，不能喝酒。 对孩子没好处，对孩子没好处。我从来就没有打算要生他。这个孩子没有脸来到这个世上。秋兰，你怎么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孩子是无辜的，我要这个孩子。你要？ 你真的要吗？你不是真心的。有哪个男人愿意自己的老婆生别人的孩子？你让这个孩子以后怎么去面对华家的列祖列宗？我知道，你心疼我。 怕我没脸见人，可是我人都被糟蹋，还怕什么有脸没脸？秋兰，你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。爹不在了。 我们经历了生离死别，才又走到一起。我们容易吗？什么也别想了，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来，哥陪你喝。
为了咱们今后的好日子，干杯！好日子不是我的，我没这个福气了。你胡说些什么呀？ 我没有胡说，杨胜哥，我知道你喜欢的是桂玉容，这个我早就看出来了。我看你真是喝多了，我没有喝多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。 我已经脏了身子，没有资格做你的妻子。你现在不是已经是我的妻子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你糊涂了吗？我没有糊涂，玉容姐也喜欢你，这个我也早就看出来了。你们俩才是天生一对。 杨胜哥，我们俩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小兰，我会一辈子好好的待你。 Thank you.
您这是新买的车吧？哎，现买的。打算出远门啊？我带媳妇回皖南，她怀着身孕呢，走路不方便，所以就买了这头车。哦，看你这人就面善，怪不得对老婆那么好啊。哎，你先把布选好了，我就连夜给你坐车帘，怎么样？哎，可以啊。那您这车就搁这儿吧。 牲口我帮你喂，草料钱明天给你算，好吧？行，嘿，好好好，那就选这块吧。哎，好，老板，哎，那就拜托你。哎，好好好好，明天来取。哎，好，您放心，放心吧，啊。哟，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，忙吗？哎。 我带你去瘦西湖逛逛，要不然等咱们去了南河镇以后，也看不见了。起来吧，楚岚，楚岚。 怎么能这么傻呀你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老师哥，对不起，我还是没听你的话，把这个孽种。 别这么说！我这样做的虽然不算清白，但还干净。只是我答应要和你一辈子在一起，好好过日子。 秋兰做不到了，秋兰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个男人这辈子心里只能装一个女人，其他的全都是同情。 Thank you.
秋兰说了，他走的虽然不清白，可是干净。秋兰妹，你怎么这么想不开？秋兰，我的好妹妹。在你身边，就像他在你身边一样。这都像一场梦，可是是个噩梦。杨生，我们一定要为了死去的人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开张了。是啊，开张了。我的家就在这里。我们的家就在这里。在烽火乱世中。
是在风雨。